又降级了，太难了，开局就是个罪人，还怎么玩呢、啊？不行，我要重来，这次是王爷了吧？王爷，王爷，啊，怎么还是这个啊？我不甘心！救命啊！这边把其他人给放了。妖猴居然升官了，他获得了红颜。这游戏还能逆袭啊，想要当官的你，还不赶快来试一试？